值此托木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，吉林外国语大学全体师生向贵校致以热烈的祝贺。吉林外国语大学和托木斯克国立师范大学是亲密的合作伙伴，在双方共同努力下，不断拓展合作与交流领域，取得了丰硕成果。展望未来，我们期待与贵校继续深化合作，构建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，为两国培养优秀人才搭建平台和桥梁。希望我们的合作推动两校教育事业达到新高度，为加强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做出新贡献。预祝贵校建校120周年庆典取得圆满成功。